哎，你是十岁虚岁都是五十六十一岁，六十一岁虚岁六十一了，五十一年次的虚岁六十一，五十一年次。目前我们第二关是看到胚胎的哈，第二关看到胚胎，那再来第三关是下个礼拜看到心跳，有心跳才算数哦。目前为止，你应该是跟106年那个他是生的时候61岁，做的时候是60岁。你是做的时候61岁，生的时候是62岁，你的多一岁啊。所以目前应该，不过这个所谓的成功，一定要生下来活产才算数。现在只是说，好像是有可能有机会生下来，但是中间还有很多变数。恭喜你啦，希望。不过你62岁生他下来，你小孩子大一的时候你是80岁了呢，你还今天够勇敢，陪他陪他读大学哦。好，恭喜恭喜，第二关。好，谢谢谢谢蔡医师，谢谢。太棒了，看到胚胎了，在这里。第二关过了，在这里。胚胎卡条没有外孕哦。再来往第三关过。好。第二关过的啦，这个胚胎，这个会不会是我看到一个而已哈？那个57岁的本来上个礼拜要来做，已经做了准备内膜，准备他还有3个胚胎嘛。结果他看你成功，他也要跟着成功。结果他2个礼拜以后打电话说，他的亲戚、他的朋友一直劝他不要做。我劝他不要，那么大年纪了，那你是国不离沙中，对了，所以你有你的国中，61岁，你生这个时候应该是62岁了呢。目前我查106年只有一个61岁，所以你现在是目前国内的记录。不过要这种试管婴儿一定要生下来才算数了，这就要。我 take home baby 就是要把小孩子抱回去才算是，在此之前都有变数啊。好，好，恭喜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一胞胎，好，下个礼拜过第三关哦。好好。